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小璐简咒。今天咱们拍期视频，说一下今天到的第二批咱们呼声比较高的产品。今天是12月8号下午差不多2点钟，刚刚卸车。这三款产品呢，这个呼声是比较高的，然后一直有小伙伴就是问我第二批什么时候到，然后今天咱们拍期视频说一下。首先是这个云米的洗地机，咱们第一批的话是上个月月底，就是11月28号，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之前咱们试拍的那个视频，一共是差不多有几百台。然后搞完以后呢，这是第二批，这也是国内的最后一批。这些搞完以后呢，应该市面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云米的洗地机，也不会有这么简陋的这个洗地机了。大家看一下，还是跟第一批一样啊，全部都是原箱原件的，全新没有拆封。然后第二款产品的话就是这个健德龙的腰腹部按摩仪，同样也是今天刚刚到货啊，12月8号2点08分，咱们刚刚卸完车。然后这个产品的话呼声也是比较高的，一直有小伙伴问我还有没有。这批货呢同样也是国内的最后一批，这是咱们收的第二批。第一批的话是12月3号咱们收过来然后拍的实拍视频，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从主页里面直接下滑找到咱们12月3号拍的这个健德龙的智能腰腹按摩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实拍视频。然后咱们第二批一共也是几百个，这个搞完以后就应该彻底没有了。咱们今天的话就是拍期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咱们新到的货，然后具体的这个产品呢大家可以翻一下，就是之前拍的视频是吧，那个是非常详细。然后第三款产品的话就是这个凡铃的骨传导耳机，这个骨传导耳机呼声也是非常高的，反馈也非常好，也是今天刚刚到货啊，12月8号，现在是2点10分是吧，咱们刚刚卸完车。这个凡铃的骨传导耳机呢是上个月11月16号到的第一批货，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啊，就是11月16号拍的那期视频，就是专门说了一下这个凡铃的骨传导耳机。这一箱的话里面是有40台，然后这是第二批，生产日期的话全部都是2023年11月份，就是上个月直接出厂的，所以说这个电池包括品质都是完美的状态，而且这个呢肯定是真正的骨传导，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任意去鉴定啊，不是所谓的这个气传导什么的，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骨传导耳机。好，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咱们今天拍的这期视频呢就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到的第二批的这个三款产品，这个三样产品呼声是比较高，反馈也是非常好，之前没有抢到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去拍一下。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关注一下李小璐简咒，后期有更多更好玩更便宜的东西我会分享给大家，拜拜，我们下期见。